家好，我是来自成都的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成都的包弟。我们现在在成都，默哀老子。我们昨天才到了成都，我一到成都就长了一颗、两颗、三颗痘，他一到成都就拉肚子。今天我们要去参加威马汽车和淘宝一起举办的一个造物节的活动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准备赶紧打扮一下，然后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成都当地的特色美食。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跟我们一起出发吧， Go Go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梳妆打扮好了，准备要出门了。那我们就带大家体验一下成都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吧。咕咕，身后这辆车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坐骑小威，威马的 EX5D。我们现在终于出发了。那因为我是一个没有驾照的废柴，其实我弟也是一个有驾照但是不敢上路的废柴，所以就请来了成都的一个好朋友。那我们现在出发要去吃成都的串串了。这边一般都不会去数，就会随便随便拿，对，拿一把看吃多少，直接倒进去，这个算一下就差不多可以吃了，可以试一下。好好吃哦，我也没有想象中辣。已经开始觉得好辣。这边也有，对，连锁辣冰快乐者。哇，这好好吃哦，我的天哪，它这个肥肠好好吃哦，啊，这个油好好吃哦，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真的很好吃，我感觉我的嘴巴都有点吃肿了。小度，小度，小威，哦，我刚我叫错了，小威，小威，对，把空调温度调低一点，温度降低至20.5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挑战吃兔子。这是什么？兔子。哦，怎么可以吃兔兔？兔兔那么可爱。试下。哦，好好吃。什么味道？就是热的绝味鸭脖，但是比它更鲜美。你要把它掰开吃哦。啊，怎么可以掰开？上下掰，我看到它两个牙没。哦，这样子，对，掰开。哦。好吃吗？它还有一点那个酱骨架的味道，有点鸡肉的感觉，但是比鸡肉嫩一点。
其实兔头最好吃的是舌头。舌头？嗯，很 Q。就你掰下来的那一块。可是你吃不出什么味道。哪个味道？就你手上，对，就这块。嗯，这舌头是比较有嚼劲的。吸吸吸！口捅到他眼睛。捅过去吗？眼睛可以吃啊，吃不出来，没有硬的，没有味道。这个鱼叫做耗儿鱼，哇，它好弹哦，我喜欢这个，口感好好，好 Q 弹啊，真的好 Q 弹。这个鱼确实没有骨头，吃得很爽，这个完全吃不出腥味。吃香喝辣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决定去喝个下午茶，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呢，叫做陆轩。喂，哎，怎么啦？我手机好像没有电了，你有办法让我抽上电吗？啊，你有线吗？啊，我没有线。没关系，这个小微它可以无线充电的，就在这儿。哇，好神奇，这也太高科技了吧？那不就是可以在车上无线充电？这里是这边的富人区，这里的别墅好像每一栋都有一个码头，太牛了。好可爱啊，他长得好漂亮啊。我感觉他好像很温顺啊。小陈，我们今天跑了一天，大概耗了多少电啊？10%的样子吧。它充完一次电可以跑多远？上海能跑500多公里啊。500多公里必须的。我们最后一站就要去到威马成都的造物节现场。哦，造物节。Go！ 我们现在到了春熙路，然后前面呢就是淘宝造物节的现场啦。在森林，在小溪，在荒野，我寻找奇迹。有松鼠，有野鹿，有狐狸，但是没有你。在滴滴的铁路旁惊醒，无声的轰鸣。想记起心底几层涟漪，只有你生命。I wrote a song for you, you wrote a song for me, 你用你的生命。